第四十题，右图为轮轴装置的正视图及侧视图。若要使用此装置，省力地将重物等速度向上抬起，下列何种使用方式最适当？我们晓得轮轴如果要省力的话，我们必须施力在轮上，所以呢，选项 B 跟选项 猪 呢都是施力在轮上是可能正确的。但是呢，我们选项 猪 我们牵子往下拉，那我们的轮会顺时钟转动，我们的轴也顺时钟转动，那么重物呢是往下掉的。要像选项 B 这样，我们的往下拉，轮顺时钟转动，轴也顺时钟转动之后呢，重物才会往上抬。所以第四题问我们说，下列何种使用方式最适当呢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。